我是熊猫，不，我是一个卤蛋，非常可爱，非常欠揍的那种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高端局最强射手卤蛋七号的精彩击杀教学视频。作为一个最强的射手啊，首先咱们得先雇佣一个保镖兼保姆，也就是明世隐啊。哎，打起来了，很明显我们的典韦处于完全劣势的状态，快马加鞭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一个一技能加被动拯救典韦，顺便拿下真机的人头，哇，真伟大。只有当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到某种境界的时候，才会有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比如小明。小明救我！小明别送。哦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人格魅力啊！接下来就是一波神仙级大将，当位骑马在王者五十星的整机极限闪现躲开了安琪拉的控制，而我也是在0.00000000001秒之内做出了极限反应，直接甩出大招，然后疯狂的输出。之所以我这时候用大招，那是因为我已经提前预判好整机的走位。死，漂亮，猫哥牛批！这每一步都是细节，大家学到了吗？这守卫仇人见面，凤凰一红，哎，走位躲开。猴子来了，上线，漂亮，问题不大，我有保姆。回首，火箭炮。哎，这猴子竟然躲开了。哎，其实我的目标是在视野之外的真机啊，一时太超前，太超前了。猫哥牛批！随后这个凯皇配合我拿下莎莎，这波操作实在是惊世骇俗啊！鲁班的出装铭文什么的，大家应该是比我更清楚的了。不过我也是分享一下吧，我这个鲁班新人的出装吧：攻速鞋、电刀、无尽破晓、银雪破军。因为我有保姆了，所以什么名刀的就没啥必要了。至于打法的话，那就是尽量猥琐，所以每次团战的话，尽量选择站在后面，并且找好保镖，然后一定要利用好技能后的强化平 A， 这是鲁班瞬间打出爆炸输出的关键。鲁班跟后羿不大一样，不是战路型英雄，而是靠被动疯狂输出，一技能 A， 二技能 A， 三技能 A， 一波团战这一套下来，对面。五个基本就是非死即伤了。哎，哎呀，又赢了，轻轻松松。